不得外宣。我看咱俩祖上有交情，我才透露的。据此模型用兵，可速破云顶仙阶。现如今最关键的是要快啊！我们迟一步，老费就险一分。龙凌风，要速下决断啊！ 卢凌风，义兄跟你说话呢。我听见了。仙阶与县县有合约在先，我这个县尉管不了。管他什么合约？难道废叔有难你不救吗？县尉的官职虽小，却是朝廷任命的。楚樱桃，你一个江湖中人，这其中的道理，你听不懂。 江湖中人还真不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官位。既然不是一路人，以后不再相见。哎，卢凌风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喜君，还请别再添乱了。原来你早有准备，只能出此下策了，不然被就地免职啊！我一兵一卒都调不了。刚才宋尚书的密旨视为何物？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喜君，你立刻帮我写草一封信给陆都督，把今日之事的由来写得清清楚楚。我要跟你一起去云顶仙阶。怎么，你担心我？ 可云顶仙阶凶险，你若去，我更会担心。那我留下给陆都督写信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我会的。多谢司马兄及时赶来相助，否则卢凌风绝想不出这么好的对策。这小聋子耳朵灵，知道你有难处啊，特意跑去告诉我的。 司马兄，我着实费解，这云顶仙阶，那些楼宇始建于20年前，原想效仿长安鬼市，为夜间想做生意的人开放，结果因建在山中，且监工者偷工减料，哼，大殿坍塌，侍婢师吕仙客的2个儿子就在那次事故中被砸死了。等等。 你们这帮亡命之徒，各自的底细，本县尉早就摸清楚了。非匪即盗，个个负命案在身，如今躲进这云顶仙阶，号称什么索命13星，今日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，还不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！ 云顶县尉卢凌风在此，交出贼首，投降者不杀。成了他的云顶仙阶，我假意与他合作，还出了许多的金银。哼，直到半年前，我觉得我不再需要他了，就把他扔进了酒池。谁知道他没有被淹死，没有渴死，没有饿死之事，傻了，哑了。我就运用揉骨之法，改变了他的相貌。 把他做成了1个云顶哑奴。我明白了，而后的猎杀游戏就变成了猎奴游戏，所有参与者皆被做成了云顶雅奴。主要是云顶雅奴供不应求啊，大把的金银谁不想赚呢？我还在炮制一批云顶女奴。 他们个个都经过美声师的仔细挑选。你想，貌美女子没有废话，你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。这样的女奴，10万钱一个，太便宜了吧？这倒满足了男人的欲望，一定好卖。哎，可是吕老，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儿子又死了，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 贵客，您做什么袍服？我先看看。啊，嘿，您这身材真绝了。这样，我先给您量量尺寸，您再选布也不迟。不是我做，是想给家眷做。您家娘子的尺寸您有吗？啊，尺寸，我不知道，您最应该知道了。您都来给他做衣服了，即便不是夫妻，那也是关系密切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大概到这儿，啊，不对，到这儿，这不能估算。要是您真不知道，就不好办了。怎么不好办？你就按全天下最窈窕女子的身材去做，不就行了？您先用茶。 要是家眷不便，请告知地址，我上门去量。我本来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，你上门去量，我的心思岂不白费了？是这样啊，郎君真是有心人，可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他比你高一点，瘦一点，年纪比你长一些。 那就知道了，您放心吧，不用量了，能做。谁叫咱们是云顶第一的布店呢？您就来这儿选布料吧。他叫丁大德，手艺好得很，您尽管放心。您若是忙，就留下住址，大德可送上门去。如此，若是衣服不合适，可以当场修改。好主意，多谢二位。哎，他是干什么的？ 布店老板，云顶最有名的裁缝。哦，那就不应该是过度劳累。他家娘子还说，他会经常做噩梦，既有梦魇，那就应该属于第二种，也就是长期且持续的精神紧张所致。再撩开点，我看看尸体。哎。 人之突发疾病导致骤然猝死的，不外乎心、头和呼吸之症。我观李云的尸体，并无这3种病症的特征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死跟病症无关。凶手好手段，连苏明验尸都没查出死因。 哎哎，他好像是在说你无能呢。我听出来了。卢县尉，苏先生，李门不会武功，爬墙上房的本事我是见到过的。从这里爬下去的话，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儿。爬下来，这么高，除非是遇到鬼。 吓得，哎，二位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老人家，昨夜您是不是遇到一个从上面爬下来的人？对呀、啊，面色慌张，一看就是遇到鬼了。因阿婆卖烧纸，又开这私家客栈，孤魂野鬼可都抢着来住呢。你看，可是这个人。 哎，就是他！你还记得是什么时辰吗？天刚黑，我呀不排夜市，当时我正好收摊回来。戌时？对，也就是戌初时分。啊，好嘞，多谢您啊，祝您生意红火。啊。李门从上面爬下来是戌初时分，咱们恰巧碰到了见证者。可李云死于亥时之内，时间对不上啊。倒也不排除李门再次回来杀人。嗯，这个李门言辞闪烁，确有很多可疑之处，回去再审。 这么有钱啊！那你是吃我的、花我的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除了这块银品，剩下的都是杀人抢劫而来，你花了就不后怕？幸好没花过他的。牡丹，我问你，昨日他是何时到的碧落小站？他贪酒。 每天都喝到半夜，到我那时应该是子正时分，对吧？哎，是是是，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闭嘴！早上离开房间时，大约几时？他离开时，应该天刚蒙蒙亮。在此之前，黑头可曾离开过房间？ 绝对没有，他若是中途离开，那我牡丹魅力何在呀？牡丹所言倒是和黑头的供词搭上了。李云死于亥时之内，时间对不上。嗯、将黑头下云顶狱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说。 如实说。牡丹，我说过要娶你，是真心话。